要啊。行了，你们两个就不要再一唱一和的了。佳浩，我们两个虽然已经离婚了，但你依然是孩子的父亲，我不就向你拿点钱吗？你至于这样吗？看那抠抠搜搜的样子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这公司是真遇到困难了，现在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过几天我给你送过去。你这个鬼话我可不信，今天你要是不把钱给我，我可就不走了。这样吧，我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，是我身上最后的积蓄，你先拿着吧。佳浩，这个钱可是我们给员工发工资的钱呀，你都给了他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好了好了，这钱。我也是刚听到你公司出事了，考虑了好久才下定决心帮你。你看看你身边那个薄情样，估计呀、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吧。你的脾气我太了解了，我不用这样的方式帮你，估计你是不会接受的。这卡里有150万，是我们当初离婚的时候你分给我的，密码是儿子的生日，希望你早日渡过难关。虽然我们爱已远，但情却在，你毕竟是儿子的父亲。儿子说他想爸爸了，你要是有空的话就多回来陪陪他吧，别让我们的分开让孩子失去温暖。